相声大上寿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吃了，多好这老头啊，刘文步是刘先生，杨少奎先生的弟子哦，丁文元呐、啊，王文进呐、啊，刘文亨、刘文真、任文丽哦，刘文步、文字他最小是啊，啊，元亨丽真哦，学习进步，他行比棒，他最小最小，老先生脑子多好，对，说实在我真佩服他、我到人家这岁数未必能赶上他，是啊，多少唱词儿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哎，一套落不下，忘不了，可不吗？记电话，无论谁电话抄去，谁。李经亮当时就说是啊，就记住了。我现在说实在的啊，我不看本我记不住。哟，这老头天津的北，不管是哪儿的电话，只要他知道的，当时就打，当时就通，就对，错不了，就能知道。今儿一进后台就是，嗯，拿个电话来，喂，嗯，北京精神病院吗？那儿电话都记住了，精神病医院对不对？啊，那边可能对对对，嗯，你看一下302床在吗？哦，有人告诉啊，先生不在。哎呀，我真跑出来了。没听说过，哦，这才知道。这个说实在的，老前辈啊，学吧。他很幽默呀。嗯，我跟他们爷俩关系特别好。哦，有时上天津去，嗯，必上他们家去瞧他们去。上家去跟老头一块儿喝点酒，聊两句。啊，陪着待会儿，高兴。哦，我真好串门子。您我喜欢串门、哦、好啊，您是我们哥俩也是如此啊，经常串门，他有时没事上我这儿来，对，帮我拾弄拾弄屋子，嗯，擦擦地，外面弄弄狗啊，忙活一个小时就走了啊，就干一小时，那俩小时这单说价是吧，干嘛小时工啊，是怎么，不是串门吗，串门增进感情，对，我也上你那儿去啊，也去嘛，我也去啊，啊，那天我上前门这儿买东西来了，哦，一抬头呀，嗯，走到陕西巷了，陕西巷到了于谦的家了，我闹不清楚哪件事，我找吧，哎，这家挂红灯笼了，于谦的家没听说过，您先等会儿再说吧，啊，这没有这样的了，现在这两天严打都摘了，知道吗？没，这两天闹禽流感是吧？他们单位都不让干了。卖活鸡呀、啊，卖活鸡活鸭嘛，没听说，没有没有啊，哦、这两天我也不住有了，鸡都没有了啊，去，没有。瞧这个，你有日子没来的哦，瞧瞧门吧，去进去。这道路我不能骂着过去，是吧？您卷着过去，有一疼能女啊，什么乱七八糟？您说什么呢？上学不都学能语骂什么语？名语、成语？哎，对。啊，成语，哎，成语啊，骂门而过吗？骂门而过呀？啊，没听说过。卖门而过，卖门而过吗？对，敲敲门吧。哎，一会儿功夫，打里边门分左右出来一人。哦，这漂亮啊！是啊。我大嫂子，我媳妇儿。说实在的，嗯，我认为于谦这辈子不容易。那当然，这时候咱哥俩掏心窝子说话啊，尤其婚姻上，这是这两年才顺利。是啊，打小的时候家里定娃娃亲，哦，胡闹我们那年头，4岁的孩子老了，这真的什么叫过日子啊？4岁不懂，那女的57，太大了吧？这个孩子委屈这么些年啊。后来这算是分开了，可得分开。22岁又结婚了，哦，又娶媳妇。22、23连着结两回婚，怎么还一年一回？结两回不俩媳妇吗？俩媳妇，啊、一个让人本家领回去了，啊，一个让徒弟拐走了，跟我都不是正差儿和尚。你看看啊，不是这几年吗？这才娶个媳妇，小媳妇漂亮。哦，早先上他们家是当保姆，伺候他父亲。哎，来第二天不怎么，他父亲去世了，跟我没关系啊！啊，那谁知道是吧？这甭猜了，像话吗？马上结婚了，哟，小嫂子这尊呢，好看呢 啊！看见我就冲我乐，缺德呢！
你好些日子没上这儿来了，怎么说话呢？这还弄你啊？讨厌，色鬼！哎，他没溜儿，这人说实在的，可不是没溜吗？你不学他就这样了。他好规矩，知道吗？这用得上吗？这地他跟我逗着玩，我能吗？您可不行，对不对？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啊！哎，我得尊敬啊！是，忙呗。胖了，哎呦，胖了，胖了！你晃有什么呀？跟这儿尊敬啊！尊敬您就说就完了呗。把我这份尊敬的心情啊！行了，行了，不用这个。大身上的呢？我现在算了，算了吧。啊，没有。我说，听说谦儿不在家。听说不在才来的是吗？我说谦儿在家不在家？到底啊？你说实话，在家不在家？到底在不在？你要干嘛呀？真在，这真不在。快说，啊，别逗我，别吓我啊！你多会算日子呀？啊。也是不在呀，哎，不上越南演出去了吗？好嘛，给我支的还挺远，是吧？走半年了，你装傻是不是？不，你办演出吗？啊，你给联系了，你忘了？忘死死的，这还说瞎话？我得瞧瞧老太太呀。啊，于谦不在，那看看老太太。哎，这是正经事儿，跟我的亲娘是一样的。对喽，迈不进来，你媳妇把门关上。啊，偷偷偷偷，你偷了走。来来来。干嘛这么嘀嘀咕咕的呢？客气嘛，跟嫂子尊敬嘛，是吧？你刚开始让我抽你，尊敬嘛，是不是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您这是尊敬我嫂子呀，是吧？啊，我说老太太呢？老娘在哪儿了？啊，老太太上房了。对，找个棍儿啊？不，这也找棍儿像话吗？扔下来了。什么上房？上房了吗？上什么房啊？上房屋里坐着呢。嗨。说清楚了，北京城讲究这个啊，东西房、南房、北房，嗯、啊，上房老人居住，就正房。一推门啊，呵，我替你高兴。怎么了？老太太精神，哦，身体好。说实在的啊，做儿女的什么事最高兴？嗯、啊，就是父母健康。啊，这对。老太太往这一坐，奔九十的人，嗯、啊，腰不塌背不驼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哎，呵，老太太脸上啊，嗯、啊，皱纹瞧着都浅。是啊，比那二娘看着又松心了。瞧着少。小脸蛋红扑扑的，嗯，坐在这儿啊，举这本《金瓶梅》啊，哎，撂下，撂下，撂下，怎么了？看什么书不好看《金瓶梅》啊？古典文学嘛，那么多古典文学，单挑这本是吗？这本不是画多吗？行行行。你换点别的吧，换。老太太好看这，研究着古典文学，啊、人情世理，一看书，老太太精神焕发，呵，啊、你瞧人西门大官人家，全这姿势，好啊，这个，这没不用这个姿势多肉头的啊，换吧换吧，你看着呢，我过来了，老太太，老娘哎，您挺好的，嗯好，呼，小 Z 你来了，这些日子你怎么不来呢？你嫂子见天念叨你啊。这什么毛病？我媳妇儿这是，奶奶你怎么不来呢？一想起你来，这背地里还擦眼泪啊！那老太太都瞧出来了，是没办法。嗯，我妈不让我走斜道啊，上我们家是走斜道，斜街呀、啊，那边那几条胡同，七条胡同，八条胡同忘了，歪的呀，胡同都歪的。嗯，那几大胡同是吧？都歪的。大伙没来，今儿瞧你来了。老太太硬了吗？哦，老太太乐了，一回头，嗯，这后边脑袋嘴儿这还带了一朵小红花。哦，不过年不过节带花什么意思呀？嘿，这你不知道啊？不知道啊？您赶对日子了啊？是吗？那天是我妈好日子，老太太出门子。对，你妈才出门子呢。好日子吗？好日子就是出门子呀。那你说怎么着？回门，回门。还是结婚？说怎么回事？那天我妈的生日。呵。你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？啊，你说愣赶这天啊，未必有功夫啊。这对呀、啊，太太，呵，您过生日，哎，我不走了，干嘛？讨您杯酒喝，应该。待会儿给您磕头，对，要碗长寿面食，图个喜庆嘛。这老太太坐这儿，老太太，您家去干嘛了？嗯，没事儿，看看书啊。别替他看书了。看看书，嗯，哄着我这几只猫跟着玩。哦，养猫了。这老太太，别人家养狗她不喜欢，嗯，就好养猫。哦，大猫，哎，我这有一只，那白的哪儿去了？他都熟，十来年了，那大猫特别胖那个。对，
别提了，嗯，死了，哎，12年，你瞧，没被我坑死，这大白猫啊，老猫，它这么大跟着我，死了，我有先见之明啊，怎么？我提前怕它死了，哦，我让于谦啊借了个录像机，摄像，录了盘片子，哦，老师一看有个念想，我给录的，哎，打开电视，啊，看看那猫片，啊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那遥控，不是这什么遥控啊，别遥控了，这怎么了？看什么？猫的那片子，大白猫的片子。咱这是别说这词儿行不行啊？猫的录像，对，脏心烂肺吧？我们就看猫的片子。再来这套，我抽你，你信不信？看电视吧？什么看电视就完了吗？看电视嘛。啊，这会儿听在外边啊，院门响，怎么？扒窗户一瞧，呵，嗯、啊，你这仨姐姐来了。呵，我姐姐，老于家孩子多呀。是，你是仨姐姐一个妹子。对，大姐、二姐、三姐，老妹子。哎，姐儿几个住的都远。哦，一个住张家口的，嗯啊，一住的张北的，啊，一个住的河南那边的。哦，都不信，轻易来表。是，今天老太太过生日，姐儿仨都来了。祝寿吗？赶紧迎出来了。啊，一瞧大姐那弄两只羊，呵，二姐那弄两只鹅，嗯，三姐那弄两只鸭子，嗯，赶紧进来吧，赶紧进来吧。哎，搂着大姐，抱着二姐。哎，回来啊，哪儿啊？还往卡布当底下下呢，是怎么？我让他们那受礼啊，那羊啊，那什么的，说清楚了，这得赶紧上屋去。哎呦，有日子没瞧见你们姐儿姐了、啊，上屋去，姑奶奶，姑奶奶来了。哎，跟老太太聊天，门口汽车响，一听这声音就是好机器。是啊，三蹦子呀、啊，拆开门啊，5分钟之后，等这黑烟下去，我一瞧。凯迪拉克，凯迪拉克有那么大黑烟吗？啊，13开门，凯迪拉克开一火车来的，门一开，啊，有大头里边噌下来一姑娘，哦，大高个啊，嗯，这模样跟你差不多，是吗？留一长头发，哦，穿一旗袍，嗯，一下来拿小手绢擦这汗，热了，天太热了，啊，聊着旗袍这扇，哼，尿上，就放下放下。谁家姑娘有这么扇的吗？这热吗？热也不能这样啊！不能聊啊！天太热了，哼！你看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你干嘛非撩这个呀？你非被人热死是怎么着？这扇上不就完了吗？这是谁呀、啊？这是我忘了啊！我不认得了。其实这是谁呀、啊？谁？你老妹妹。他您怎么不认得？我不认人就眼睛眼笨呗，我说呢。啊！我说这是谁呀、啊？这是看着是恍惚的眼。哦。我说您这是哪宅的小姐？嘿，啊！他急了啊！啊！你不认识我？啊！你再想想。你说我哪宅的小姐？啊！我是姚宅的小姐。你妹妹才姚宅的呢。你妹夫姓姚啊，姚丽景，那也不能像姚宅的，老姚家的嘛。那这么说行，呼，哎呦，老妹妹啊，这怨我了，这怨我了，就怨你，你哥哥这俩瞎哭了吗？真没瞧着，可不是你吗？啊，是，可不是我吗？小的时候咱们就一块玩，是，您是孩子头，我们大伙儿跟您一块玩，玩过家家，哎，玩娶媳妇儿，嗯，您就演那新郎子，嗯，我就演那新媳妇儿，哦，我哥哥演大舅子，什么辈儿啊这是？都忘了你这都是啊，呵，我说就赶紧进来吧，老娘等着你了，嗯，等会儿带着寿礼呢，哦，也带着呢，打开后备箱，嗯，两只野鸡，这是寿礼，呵。他住的山区啊，哦，上山打了俩野鸡，哦，哎呀，这个你城里你买不着啊，是吗？野鸡进，野鸡进去，寿礼进来，寿礼进来，你跟你酒叫寿礼的吗？这寿礼进来，姐儿四个一字排开站齐了，啊，老太太乐坏了，哎呦，闺女们你们可来了，太高兴了，妈都想死你们了，啊啊，大姐说了，这样吧，啊，今儿我们来不能白来，怎么？给您拜寿，一人先说点祝寿的喜歌，这太应该了。大姑奶奶先说，嗯，今天上寿两只羊，哦，炕上坐着有寿的娘，嗯，待会儿吃了长寿面，啊，愿我娘福寿绵长，福寿绵长，吉祥话。老太太乐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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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妈干嘛呢？这是，你看刚拍动画片嘛是吧？兔子板凳嘛是不是哈？没听说过兔爷呀？啊，二姑奶奶过来了，啊，今天上寿两只鹅，炕上坐着有寿的婆，哦，待会儿
吃了长寿面，愿我娘福寿三多，福寿三多。还是好，大伙乐来，耶耶耶耶耶耶耶，这毛病大了。三姑奶奶过来了，嗯，今天上寿两只鸭，炕上坐着有寿的妈，嗯，待会儿吃了长寿面，愿我娘富贵荣华，富贵荣华。好，太太乐了，哎，耶耶耶耶耶，你活动活动吧，这全是这个呀，妈这番瓷实啊，那也不能老使啊。老姑奶奶过来了，啊，今天上寿两只鸡，嗯，炕上坐着外国鸡啊，外国鸡，老太太乐，谢谢谢谢，还谢谢，谢谢，不知好歹了，怎么都？姑奶奶们来的是好事，嗯，过生日吃饭这事儿我得都揽过来。您干嘛？我得下厨做饭去。哦，您忙活这事儿，人家这姐儿四个清理的不来呀。哦，你们跟老太太聊天，是我做饭，团团圆圆的。你说吃面是最好的呀，长寿面啊，什么卤子呢？嗯，你想想。猪肉卤怎么样？太腻，太肥。羊肉卤行，太膻，有味儿。牛肉卤好啊，塞牙，没有了呢。老太太来个什么卤呢？什么卤啊？给你妈来个油葫芦，嗯，给你妈来俩三影儿。哎，像话？油葫芦像话吗？油葫芦啊，油葫芦，鸡丁、虾仁、肉末浸的熟油啊。哦，这上档次。您会做？好好，行行行，我下厨亲自做饭。好，好吗？行，你们姐儿四个跟老太太聊天。哎，嫂子跟我一块儿去忙活去。我媳妇儿，哎。你这干嘛呢？这眉来眼去的，你们屋人都说话，我大声说，搞做饭去，不合适，小点声，你小点声就完，你这满脸跑眉毛的多难看，这你小点声，嫂子看我一眼，好，走，好，傻子呀，做饭吗？啊，来到厨房，关上门，嗯，笑好了，嗯，搬过面缸来，顶上门，这帘都挂着，你要干嘛呀？做饭呢？是做饭吗？这个做饭呢，门得紧点啊。干嘛要门紧啊？我为了你啊。怎么？为了你啊。您家没有按那个抽油烟机啊？哦，一炒菜油烟子出去，被老太太熏着怎么办？那你就不怕熏着啊？我们会人工呼吸啊。去，人工呼吸用不着。正忙活着呢啊，听到外屋你的儿子哭。怎么了？一听就是他。不是他啊，不是他，他小孩哭呗，有这事儿吗？哭，怎么回事啊？嗯，闹起来了，这孩子淘气，怎么了？家里来这么些人，他人来疯哦，这屋跑那屋喝着闹，嗯，搂着那胆瓶跳舞，好嘛，噼儿啪的胆瓶碎了，哟，胆瓶碎了没事儿啊，里边有一烟袋要的亲命，烟袋，呵。翡翠的嘴白铜的锅乌木的杆儿，有这么一个，这是老太太当初的陪嫁，对，多少年了，嗯，四五年了，对，四五年不会，这什么呀，四五年不像话，怎么呢？这四五十年了，四五十年了，对，当初老太太临出门的时候你姥爷给的，对，拿着吧啊，嗯，到了婆家不比在咱们家，嗯，想爹妈妈串个烟袋啊，腻味的抽一袋，是一片心呢，嗯，这烟袋到手里每天都得用，嗯，后来日本鬼子打进中国，哦，两队日本兵冲进你们家，嗯，一队日本兵把烟袋搜出来了，哦，一队日本兵把你父亲押出来了，对，日本军曹拄着刀，嗯，一指你母亲，嗯，这个烟袋和你的丈夫，嗯，你只能选择一样，哎呦，老太太眼泪都下来了，啊，一指你父亲，是，来担当狗吧，啊，还留着烟袋啊。留着多珍贵啊！你父亲被捕之后第二年，嗯，生了你大姐，对啊。哎，等会儿，全家人。不，你先别说了，别说，啊，不对了，这日子怎么呢？我爸爸被捕第二年会生的我大姐，你父亲从日本军营跑出来了，这对了，一枪就撂那儿，还没他什么事儿，这个就打腿上。您把这话一块说全了，成不成？所以说，就说这烟袋这珍贵，咔嚓咔碎了。哦，老太太急了，嗯，后边追这孩子，呵，娘俩跟院似的，滋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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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嘛呀这？怪呀啊！到最后，老太太藏在窗后，一伸腿，孩子过来，啪扔那儿了。你瞧，玩这游戏啊！老太太指着他，缺德孩子，人来疯啊你！嗯，家来人疯了你了，再不管怎么弄啊？哦，我非抽你不可！打我，哼，舍不得。你别，这老太太下不去手，打，来
抬腿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啪！这，拿棍儿接着。行了，我妈动画片看多了是吧？这什么方式的都是？疼孩子，这是疼孩子，疼孩子嘛？啊，孩子哭，大人闹。你媳妇儿听见了哦，可了不得，赶紧吧，啊，面缸挪开，把帘儿拉开，插销插起来，是，你把那钥匙给我，把这料锁开。谁让你费那么大劲来了？赶紧出来，嗯，往这一站，眼泪下来，怎么了？孩子一脸血，大的，你想想刚才断着腿，啪啪啪啪啪，真下得去手，那铁人都不行啊，是吧？是啊。一瞧这个心难过，可是你不能说呀。怎么？这是自己的婆婆呀。对，一着急唱了，哦，还唱，唱几句平戏埋怨老太太词儿。哦，怎么唱的？急忙走出了厨房来，迈步儿啊走到了这婆前啊来，孙婆婆呀，休要动真气，小孩子年纪小，不明白，倘若是啊。失手把儿打坏，岂不是万两的黄金买不来？我这叫把羊打遍也。唱了这么一段，他这么一唱，你母亲很生气。哦，孩子惹了祸不说，他还埋怨我。嗯，你唱我也会呀。干嘛？张嘴唱几句《西路平戏》，怎么唱的呢？当时你呀，怒气发，开言骂声小冤家，嗯，打了烟袋把我埋怨的，活该你这辈子。怎么样？嫁一个。请您欣赏相声《文武双全》。在相声界啊，有这么一句话，相声界呢有这么一句话，那就是文怕文章会，武怕大保镖。那么在最早啊，这个文章会和大保镖本是一段相声，文章会呢仅仅是大保镖前头的一个电话，后来呢啊给他分出了这么两段相声。今天郭德纲、于谦二位老师呢又要恢复到咱们最传统的演出形式，那下面就请您欣赏这段文武双全。来这么些人啊，我很欣慰，打心里我这么痛快啊。高兴吗？我高兴。嗯，我待会儿一人给你们写幅字儿啊。今天有不少人求字儿来了。求您的字儿啊？你不知道？我知道什么？你孤陋寡闻呢。我知道什么呀？ 你得寡了。我什么罪过啊？我这算寡闻吗？寡闻就是寡人，您说那是孤陋寡人吗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就我不知道什么事儿啊。你不认识我？我呢不认识。你不看报啊？报上有您。您，哎，这什么感叹词啊？您这我对你很失望啊。我还真不看呢。不看哪儿？报纸埋个挂历什么的。
月份牌您啊，上挂历月份牌都有，我好些个都有我啊。你不知道？不像您啊！你看这个人啊，嗯，你得学习啊，同志，不学习你就落后了啊！我还真没看过，在写这方面我是专业。写什么呀？什么都写，书法吗？都有，毛笔的都有，毛笔、钢笔、铅笔，啊，都写，铅笔都写呀、啊。大文学家，都是文学家用铅笔啊。我还写电视剧、电影，编剧，对，编嘿，哎啊，我有认识的吧？大电锯嘛，啊，木匠啊，不是，我电影的编剧嘛。编剧啊，编剧，编写剧本，编剧，对，不是电锯。哎，你这个嘴有毛病啊！我有毛病啊！编剧，哎，大编剧，对，前些日子刚写上，还比划呢，还大编剧啊！刚写，塔拉是条狗，我写的，正写续集呢。是啊，于谦是个猪。没有我是啊。没有我是啊，捧你啊，有这么捧人的吗？这个不捧你啊，我嗯，我一捧你就红了，真的。你看，三天你自己那个力量是薄绕的。哎呀，你们爷俩这嘴都该石头石头了，非得我这个样的啊！我捧你，你就红了。您捧我，我就红了。绝对，我捧你就红了。嘿，咱这个学问，咱这个文化呀。在这说的，您中午吃的烧饼是怎么？讨厌啊！您这烙烧饼怎么不是？不是我这个学问呢啊！上这么些年学，大学里待这么些年是吧、哦？您还大学毕业？哎哎，咱别老用这一惊一乍的行不行？大学生，大学生啊，大学生，大学生，哎，嗯，哪个学校毕业的？你管呢？你不怀好意，你不怀好意，这有什么不怀好意的呀？你心歹毒，怎么亏心呢你？我问问您，你是好人吗？你凭什么问我？我干嘛就得告诉你？我跟你过这个吗？你死不死你？我招你惹你了？讲理对吗？你问着吗？我跟你过这个是吗？不是，我这不是关心您吗？您这啊，好赖不懂。我问您哪学校毕业，不是关心您吗？闲聊天是啊，是吧？您是哪学校毕业？我啊，清华的，清华池的。澡堂子出来的，人家脸长得啊，倒霉德行，你看脸。您先别说我啊，你说那是虎方条那儿，您不是那儿，我们是湖广会馆对过，一样，都是一地方那个，哪儿啊？都是一地方，哪儿啊？清华池啊，呸。哦，青花池后头，池子后头，烧锅炉，得热水吗？那个锅炉后头啊，刀脏土，你带着刀了吗？借我，我借您干嘛呀？囊死你我！您想杀人都不带凶器，您好得了搞不了这个。甭比划了，甭比划了，过来吧。说这事儿，你他小瞧人。谁不我打小上学，咱们清华大学上那么些年学。哎，怎么这么大啊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校长熬死好几个，你知道吗？等会儿吧，等会儿。啊，今天都啊，您上学，您刚才说什么？清华大学？啊，不是清华吗？啊，对，清华吗？清华，你管着吗？你问这个干？跟着我，哎，您记住了啊啊！清华大学啊，以后这么蒙人去啊！清华，嘿，清楚了，对吗？嗨、哎，先问呐，对啊，哎，对，清华大学，哎，清华，哎，清华大学，咱是那儿的大学生，那儿毕业的，嘿，哦，琴棋书画，上课，奔走辅具是吧？还奔走辅具，小。小嘛，大学什么课都有，上什么课呀、啊？什么都有，画画书画，哎，怎么烫头啊？您说这，你讨
厌，你跟这人你怎么说？他不没有文化，写字懂吗？不书法吗？毛笔字，毛笔字见过吗？墙上写，墙上不让，现在不让。嗨，什么时候也不让？纸上啊，纸上吗？写吗？是吧？哎呀，这哪儿找这么大纸？这让写字吗？写毛笔字吗？啊，也练书法就行。废话，废话，也练，就专业干这个的，专业书法。这练完，练完，写完，卖去，卖去，外边卖去，还卖，多新鲜呢，还挣钱呢。呵呵，学校的房钱哪儿来的？写字卖钱，卖完了。支援我们学校教育，人就说交房钱就完了吗？对啊，写字写完了卖。哦，还卖去？卖。您在哪个画廊那儿卖啊？啊？哪个画廊那儿卖啊？哪个画廊卖？不卖，买。我这是打听您工作的事儿，私生活我们不了解。怎么没听懂？怎么回事？我说您哪儿卖那画？画廊？不画廊，写字吗？写字您不得卖吗？画廊干嘛呀？哪儿卖呀？街上啊。大街上？对啊，街上，小区门口都行。怎么这地方啊？为人民服务嘛。哪儿需要哪儿去，知道吧？哦，就在那儿卖。要是庙会，这最好，这个是吧？还是赶庙会，庙会卖的多呀，庙会卖多呀。哦，北京这庙会，哪个公园赶上了，这发财了。嘿，平时差着，平时差着。哦，当然了，为了满足北京老百姓，是吧？嗯嗯，我们也得加班加点儿。哦，哎，早上一睁眼，这就排队等着。呵，求字的人都满了，这站着，这都站好了，他都排着队。哎，我跟这儿啊，我跟这儿，我把我的字台都支好了。多少钱一张？啊？您这字多少钱一张？就外行吧。字儿有论章的吗？字儿吗？不论章。那咱裱好了，那论套。写字论套。那对呀、啊，给人裱得了一套一套的嘛。哦，精装的，您说的。啊，对呀、啊，裱得了，这都站好了。啊，师傅，来一套，哎，怎么着？啊，嗯，弄。这一套一套的，一套一套的啊！那您挣钱了，这么说？那还是挣什么？庙会还行，庙会还一般，反正百十块钱、几十块钱也有。要闹天儿要亲命的，二三十块钱也是有的。这一套、啊、就这么一套呗。呵，一套。哎呦，您、啊、这行、啊。当然了，咱们也不辛苦，几分钟就一套，你也不受什么累。嗯，您这一套几分钟就一套？对呀、啊，我这站着了啊，我这正把这笔都砚台都准备好了、啊、哦，在这等着吧。是，求字的都来了啊，太好了啊，等着别闹，你几套？两套是吧？啊，你几套？一套好。哦，拿过钱来，搁好了。是，给他们先做纸。不不不，你脚别这滑了没？啊？这纸都现做呀、啊！你看，你对得起这两块钱呢？你要说头天弄得了，哎，这、哎、不不，你等会儿，你先别问啊！两块钱，你打算卖三块，你要疯啊？都两块，是吗？指的这个，你想，这蒙人门也没有啊！不是你，你卖的是老虎。便宜了，就这意思。人家书法家一写好几千，好几万。咱是面向工薪，知道吗？这还挺高兴。你这你卖五块一套，你要疯啊？对吗？就两块钱就行了。两块，两块，这开始要吗？要开始，先做纸。怎么做纸？做面巾纸。哎呀，哎，越说越不像话啊！怎么了？写字嘛，这叫宣纸啊！你这不行，这不能宣，知道吗？面巾纸，面的面做的。跟金颜色的面做的，呵，要亲命，这人没早起过，我告诉你啊，这爱早起什么事？怎么个意思？你面巾纸怎么做呀？面做的啊，金色的，往上撒金，呸，两块钱够金钱吗？你这坑我们，你连字台都得饶进去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个金？金黄色，就是弄鸡蛋不就能做出金黄色的吗？把面汤好了，让搁一鸡蛋啊！不行，这先弄面，弄完之后啊，我们有那个特制的笔呢，有一转，哎，啊，拿过鸡蛋来，
啊，都多了。哎，范儿正，哎，一翻个啊，我们这边有这个，也有课本啊，也有这镇尺。镇尺是这么长的啊，拿过来卷。有人愿意用课本的，单给拿课本。各方薄脆和油条啊，课本拿我这毛笔来，知道吗？嗯，给他写字是吧？我那墨都搁砚台里边了，酱酱乎乎甜不丝的，甜面酱啊，刷刷完要出沙不要？要少来少来少来。这朱砂来多了可对嗓子不好，一套来，走，这是您的这个摊煎饼的，讨厌，废话，您这一套可不摊煎饼的吗？有学问吗？我也早起过，见过这个啊。你说这外行，你怎么说话啊？他哪懂这个去？是不是？我们做学问，这是什么学问？你看，这咱实话实说啊，你算吧。哎哎嘿，手脏了可不干吃食啊。我们有展布，我们擦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提裤子，这说好好话。做文章啊，嗯，大学校我们都是清华大学的嘛，清华啊，清华。我那个字台一年四季底下生着火，知道吗？那对，要不怎么做您那字？大小的砚台啊，嗯，这课本一摞一摞的。咱别提这个了啊，就您那一堆佐料，那是你讨厌，你看瞧不起人。嗯，很多的文人墨客到我们学校来参观。哦，还有文化的人去。有一个人你不知道。啊，金庸，哎，金庸我知道啊，大文学家那是。你知金庸啊？写武侠小说多好啊！你也看小人书？小儿书里哪有金庸啊？这好些个都是你写的吗？好些个是写好些书啊，《鹿鼎记》啊，《天龙八部》啊，是《金瓶梅》啊，对，哎，对，西门大官人，没哪有，都是金庸写的吗？您就看过这一本吧？啊。没有，那不是。我喜欢看他的啊，人家了不起，在香港住，对，称是武侠中的圣人，写得好，金圣人，是是是，金圣人在香港、嗯、啊，一瞧报纸上登、哦，北京有高人，哦，叫郭德纲，哦、有您，文章非常可口啊，这位都饿疯了，这位的，金先生很高兴啊，啊，这咱们得得着啊。金先生这俗劲儿，就是啊，像九龙那儿，嗯，买长途汽车票，干嘛？到六里桥了，怎么样？哇，太长了吧这个！六里桥下车，嗯，倒300，嘿，坐到二环那儿，嗯，和平门倒地铁，奔学校就来了。金先生道真熟啊！到学校门口，我们大伙儿正做早操呢，啊，早操练字呢，正练字呢。哎呀！别提这字了，一人一个写字台，嗯，写着呢，正，啊，嗯，金先生来了，同学们很热情，哦，推着字台都过来，你唱我这个来，哦，回来吧，再给金先生吓着你们啊，金先生不要着急，各位同学，嗯，啊，金某人一定挨家的品尝一下啊，哦，金先生饭量不小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校长赶紧迎出来了，哎呀，金先生您好，您好，久闻您的大名啊，哦，今天来到我们这儿是蓬荜生辉啊，是茅房生财啊，茅房都刷漆了是吧？高兴吗？客气吗？客气，没有说茅房的呀，反正就您来了太好了，嗯，给大伙儿讲的话吧，哎，说两句，金庸站在这儿，各位同学是早就听说你们学校高人挺多的，可以，今天金某人来到这儿，一定要领略一下贵校的风味，哦、啊。吃，今天这样吧，与才子不可交臂而失之。嗯，金某有意出一道题，试一试各位才子。哦，不知校长肯赐连否？怎么样？你说我打算考他们来、哦。校长赏脸吗？是。校长说行，哎、先生出题吧。多糊涂啊！怎么了？就不该答应人家，知道吗？怎么？那是金圣人呢、啊。是他有学问。你弄得不合适，说你 hold 他了，怎么都不合适。您这跟题有关系吗？这我说校长答应了，那开始吧。啊，金先生拿一粉笔头，嗯、啊，蹲在地上写诗啊。写了吧，写了吧，写了吧，不，干嘛蹲地下写呀、啊？不写地写哪儿啊？黑板上啊。黑板都做了字台了。哎，好嘛，全拆了。写完了，金先生一扶着，看着，春眠不觉晓，用手指不会啊？月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哼。
这形体还不错，这个来吧，啊，大伙儿来吧，大伙儿瞧，这是露脸的机会啊！啊，这赶紧吧，别等着了啊！整个操场上呲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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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这诗都不挨着啊！大伙儿忙活吧，完了，来金先生，您尝尝我这个，尝尝我这个，满没那诗什么诗了？金先生，看看我们的文章，嗯。你这个墨呀，研阴了，就是面稀了，这个啊，错错错啊！你搁这么些朱砂干嘛？嗨、哎，辣椒多了。长乐400多份文章啊，最后到我这儿了，金先生拿起来，汤汤汤吃完了，是眼睛直放光。怎么？此篇华饭华华饭华饭饭是饭您做那就是华饭，哦、知道吗？此篇华汉是哪位才子的文章啊？嗯，我赶紧过来了，先生，我写的是好啊，可称饱学鸿儒啊。嚯、哦，可能照此文章再看一篇。哎呀，这话都说滚了都，区区不才，就是在下，嗯，这有何难？嗯，死了，来俩鸡蛋，熟啊，我给，看完了，您来哪个？来正尺的，来课本的。还吃的都是课本的，换了个正直的吧。好，选好了。嗯，金仙一吃，美坏了，高兴了，鼻涕泡都乐出来了。什么喜子这是？真是大才子。嗯，正夸着我呢。哦，金仙身上手机响。哦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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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捡着抢菜刀的。音乐吗？什么音乐呀、啊？这音乐吗？什么呀？金先生打身上，把手机拿出来了。哦。喂啊，喂啊，靠！小灵通，拿这啊，喂，嗯、啊，哎，对，我是，哎，这通了，哎，我是老金，对，喂，哎，是，我是庸子，是庸子，喂、哎，这信号不好吧？这啊。移动电话吗？喂，喂，哎，这清楚点了，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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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对，我是金庸啊，好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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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说好了，校长，这门口哪儿卖充值卡呀？好嘛。打一电话就没电了，没钱了，没钱了，这个 啊， 啊，刚才啊，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来的电话，嚯，在香港九龙那儿缺一个超等总理，嚯，你们这郭军德纲，嗯，饱学鸿儒，哎呀，著作等身，我认为他去挺好，啊，校长说好，您多栽培，嗯、啊，我一听吓坏了，啊，这我能去吗？怎么了？他让我去那儿当一个超等总理，哎，这官可不小，谁告诉你是官，齁累的不挣钱？怎么呢？啊、超等总理，琢磨跟香港。那儿你抄着那铲子总那儿等着，总也没人理，是吧？这么个超等总理啊，我这干不了，这个干不了啊。那您也得去呀、啊。我不干了，我就不去。一天到晚，我爸爸总数落我啊，你也不挣钱，一天到晚的这么早起，这么晚就回来，嗯 啊， 啊，一天挣不了100块钱，你疯了？大小伙子干点什么不吃饭？不像文化人干，非得出去念书去吗？咱别提这书了，行吗？啊，你做文章也不适合你这玩意儿。我都听晕了，这都不是，我们这手又慢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干点别的去吧。是，我认识曲艺团的人。哦，艺术你喜欢吗？啊、我说行，我能去。到那儿去一瞧啊，有梅花、京韵、哎、老亭、曲艺形式、西河。对啊，我的专业让我小京东。哎，好啊，我就喜欢这个。京东不错，我不喜欢这玩意儿。您学像董太、董湘坤？不懂，不懂。刘文斌那套？不，就没有那，不知道。京东吗？京东是京东，京东大国，京东肉饼，肉饼啊！这个就麻麻翻翻的，你说这曲团食堂干去了啊！我这么大的学问家，我从花大学的，我是啊，我不教这个。后来我爸爸实在没辙了，跟我也很伤心，儿子，往那边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占便宜挺快的。你小吗？小那边小，小我父亲呢。嗯，哎，儿子，爸爸有的话你得记着。嗯，知道吗？你得往心里去。还是我呀？
这挤的人吗？这不是怎么挤的你了？就这意思，我怎么都不行啊！您就别看我就行了。希望你成才啊，像爸爸似的，做一个武术家也是好的。哦，您父亲练武，大武术家呀，哦，讲究高来高去，是啊，一身好轻功啊。哦，江湖上一扫听，我爸爸都知道，叫什么？草上飞。您爸爸飞贼。你爸才飞贼呢，草上飞嘛，灵巧啊。那你像这个嗯，蹭一下子就上去了，轻功那是，你这灯笼蹭一下子上去了，上灯笼上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又没有挡得住他的门，没有弄不开的锁，还是贼呀、啊、贼干嘛呀，怎么锁助人为乐嘛，给人开个锁嘛，不管什么锁，我爸爸只要看看那个面条就痛快，嚯、哦、一包方便面我爸爸能打开一个小区，好家伙，高连高去啊，知道吗？都练过，功夫好。什么叫金钟罩？哪个叫铁裤衩都行，知道吗？没听错过。你看，铁裤衩啊，练功武功嘛，有一个铁裤衩吗？啊，叫铁布衫，铁布衫，铁布衫。哎，这差不多这音哈，差远了。这个爸爸说不行的话，你就学武术吧。啊，你哥哥也闲着了。哦，哥俩都学武术吧。啊，那学武术，您教我呀？啊，不成。怎么？咱们有规矩。哦，爹是干这个的，儿子学武术得教到外边去。干嘛上外头去？单找老师自己教不了。哦，跟说相声道理是一样啊。是是是。比如说我是说相声，嗯，你也想学相声，我不能教你。我给你单找一个，不是，招不了你来教他。不不不不，行了，咱俩不是那关系，知道吗？那是多好啊！啊，盼着这个呢，就说这意思，自己教不了，得送到外头去啊！你就找别人学去，请了我的师傅。哦，找遍天下武林高手，谁能教？嗯，找吧。最后，嗯，找着我的老恩师啊。嗯，这说话就说话，不用那么大身上了。老恩师家住在北京城，啊，京西北悬平坡下坎儿，这个地名叫胡岭，胡岭。哎，我的、哎、老恩师，对对对，行了行了、嗯，您说这地方我可熟啊，啊，知道哈。胡岭好像没出过什么大的武术家，那地方净出卖粽子。哎，一到夏天就有吆喝的推车，啊，哎，金豆丢，瓷石丢，哎，卖这粽子。哎出这个，我带着文章我就扔你脸上，您再烫着我，多讨厌一说话啊，小市民。不是，您这地方没有武术家，就这副嘴脸看见了吗？啊，欺负人呢，整个胡岭都卖粽子的，全是多。我的老恩师是一个世外的高人，嚯，和尚。哦，还是僧人，老和尚，出家人。哪，你见过和尚卖粽子？讨厌的。没有，我父亲领着我们哥俩来，一进门、嗯、老师跟院子里站着正捋叶子呢，这个捋那铁叶子，捋那苇叶子，我这就要见着和尚卖粽子了。你带着刀了吗？甭带刀了啊！讨厌吗？这不是捋什么叶子？苇练功嘛，苇叶子练功嘛。哦，这胳膊谁要是练功破了，拿苇叶子缠，缠完拿绳弄好了吗？哦，胳膊也这么缠？对、哎哎，你不练这，你哪明白这个？这不知道、啊。我父亲说明来意，哦、两个犬子托付与您老先生，您要多下心。好，老头点点头。嗯、哦，好，嗯，留下吧。是。不像武术家的范儿，这行行出状元。嗯，干什么不吃饭？哦，不丢人，别听哪个，早出去会儿，晚回来会儿，都有了。这什么词儿啊？这是教导我们练功吗？嗯，好好练啊！不过要想练的话，咱们要写下生死文约。哦，还订合同？就这一句话，我爸爸当时傻了。怎么了？练武术得写合约，谁叫儿子交给我？嗯，小五年，小八年。哦，学徒期间私走逃亡，各由天命。哎呦，还写这个？说孩子跟这儿一出门，车撞死了，这个活该，白死，跟老师没关系。哦，老师打你受不了，扎河里死了，活该，
啊，没老师什么事？没有人责任呢。哎呦，我爸爸眼泪都快下来了啊！可是你说不写吧，俩孩子前头怎么办呢？是，一咬牙，先生您写吧，写。老师吩咐一声，摆香堂。哦，还有香堂？哎，大案子比这个还大。嚯，摆上香炉蜡签都弄好了。嗯，后边高悬上我们祖师爷的图像。哦，您这行业有祖师爷？我们有祖师爷。是谁呀？屈原。哎，对。人家这行人合理，没有屈原就没有粽子嘛。讨厌，讨厌，纪念屈原嘛。师爷，这儿摆好了，还纸摊得了啊？师傅看看我，我可要写了。我说您写吧，写吧，要我替您写。哦，我写字有一套。你师傅不好这口啊？我师傅把我呼噜开了。嗯，研得了墨，添饱了笔。哦，举着这杆笔，是我师傅眼泪也下来了。怎么了？这个笔不落，这俩孩子命在。笔要落了，千斤的重担是自己的呀。那可不是。屋里边气氛很尴尬。嗯嗯。沉默了20分钟。哎呀，我师傅把笔放下了。哎，别写了。怎么不写了？我不认识字儿。废话。写什么呀？我爸爸很感动，还感动，好好跟你师父学，哎，文武双全。哎呀，甭捧了，打这起好好学。爸爸走了，我爸爸一转身，啊，打步里出来，哦，一道火光直奔西南。怎么还火光啊？我把这大衣点着了。嚯，什么儿子这是？打这儿起，刘家跟我的老师开始学武术。哦，练武了。武术是循序渐进，慢慢来。我一上来练铁砂掌，嗯，不可能。哦，哎，一上来，比如说先练这个掌，也得再练拳。哦，最后了才学兵刃。最后是兵器。对，先学这个掌，掌法很主要。是，哎，搬了一个大水缸。哦，水缸里面都是这个铁坛子。铁蚕豆，哎，都摆好了，拿着手往里边插，哎呦，肉手插铁豆子，嗯，插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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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插，练这掌就练你这手啊。哦，当然一上来开始不能用这个，怎么？一上来用这个手容易受伤，慢慢来，先用姜米。有个问题，有个问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有石头子摘出去。哎，您这挑米呢是怎么的？练呢，这练成了再换铁的呀。哦，先拿姜米，拿姜米，这是练完了，练掌，练这个，这是拳，练拳。哦，铁豆子，汤汤汤汤汤汤倒，打铁豆子，铁豆砸碎了。哎呀，当然你刚上来你弄不了，啊，用红小豆。就这么打豆子，就这么揣它，知道吗？哦，为了锻炼这个掌面的摩擦力啊。干嘛？豆子里面放上红糖，揣豆馅儿呢吗？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什么差不多了？跟这差不多了，知道吗？啊，这个全掌都练完了。哦，要练兵刃，兵器。老师给我们一颗齐眉棍，练棍。齐眉为棍，是大棍托在手中。哦，院中有一棵100多年的枣树，呵，拿起来，烫烫烫，哦，打三下，是放下，歇会儿啊，喘会儿，又抄起来，烫烫烫，打三下一歇，三下一歇，干嘛非得三下一歇？有枣没枣，打三竿子，好嘛。这是你们祖训，祖师爷教导我们的啊。师父告诉我们，好好练啊，知道吗？练出来就了不得了，小会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，知道吗？嗯，记住祖师爷的话，嗯，流氓会武术，谁也挡不住。你们祖师爷是谁呀？说这话，我说是，啊，谢谢老师的教诲。哦，我太爱听您说话了。听您这话，我热血沸腾，心潮澎湃。啊，我恨不得找一个黑暗的恶势力与他同归于尽。哇，老师点点头。嗯，你无耻的样子，颇有我年轻时候神韵。这就别传代了，这就。只指望跟老师一块学能耐，嗯，能够长进呢。是，没想到3年后发生一个小插曲。什么事儿啊？老师有一天下山啊，蹦迪去。对，哎哎啊，怎么老师还干这个？不是蹦迪，他是见网友去，你知道吗？嗨，还不如
蹦迪去呢。遇见了自己青年时候红颜知己的女儿。哦，从见到她的第一眼开始，老师知道自己的江湖生涯结束了。有，自己注定远离这些白衣如雪、来去如风、刀光剑影的日子。啊，老人家以85岁高龄，毅然决然戴上假发还俗去了。哇，哦，这就跑了。他是跑了啊。我们哥俩很着急呀，怎么了？千斤的重担担在我们身上啊。哪儿啊？因为马上就要到5月初5了。您得备货了，那是我们祖师爷的生日。哎呀，这行了，甭念这个了啊！你得准备贡品呢。啊，每天跟院子里面，我们哥俩一如既往的练武功。哦，忙得不亦乐乎，天天一天到晚，没有一个闲着的功夫。咦，知道吗？哪有时间想别的呀？对，快行了，别比划了。金子，哎，是，金子，您这牙口也不错啊。嗯，这天我们正在练功的时候，行了。忽听得有人击户，击户，小鸡子吃辣椒户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有人敲门呢。哎，您就说敲门，噔噔噔敲门、嗯、啊！开开门一瞧，哦，门口站一大个，谁呀、啊？啊，我是北京城前门外会友镖局的，嚯、哦，老掌柜的让我找您二位。哟，我说快进来吧。啊，什么事儿啊？说有一趟镖准备让您二位去保，嚯、哦，别人去不了。我一琢磨，你说这个日子口。大茫茫的，这来人了就甭干了。时间哪有时间？哎，行，行了，先说话吧。好，对，把这弄完了，坐吧。嗯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哥俩得归着归着。哦，还归着。人家请来了，不能不去呀、啊。哦，我说哥哥，咱们去吧。嗯，人等着咱了。是，咱们这锅端下来，把火弄灭了，弄灭了，省得着了。出的门来一瞧，哎，怎么了？人家还准备车呀？来车接，太客气了。哦，来吧，哥哥，上车吧。是，你坐那边，我坐这边啊，稳当，省得翻了啊。独轮车呀？啊，一边一个。对呀、啊，拿你们俩当麻袋了似的。太小了。尊敬吗？待客吗？什么尊敬呢？坐好了，大个儿把这套弄得了。哎呦，这车啊，上讲究，这叫独轮王八拱。哎呀，拱到了前门外，来到镖局上，拱过去的。门分左右啊，把里边老掌柜的出来，哦，带着这些个英雄好汉是欢迎我们，迈步往里走，定睛观瞧，迎面有一个2层楼，哦，底下沙土地，两边是刀枪架子，练武场，演武场啊，是。老头拿手一指2楼，嗯，二位来呀，咱们楼上喝会子吧，我吃饭。说的简单，你怎么上楼啊？上楼吗？你要上楼梯可丢人了。怎么？人家一指这上边、嗯、你得旱地拔葱往上走啊。哦，瞧功夫。就是啊，嗯，急中生智，冲我哥一努嘴啊，嗯，干嘛？我哥一伸手探背膀，有打怀中掏出暗器，啪，哦，往边上一扔，我拿手一指，哎呦，老爷子有刺客。哦，老头吓坏，哎，这香来，哎，他往这儿跑，我一来，我哥哥来上楼梯来啊。上去的，站在2楼喊：“回来了吗？啊，回来了吗？”嗯、一会儿老头回来，脸都青了啊！这谁扔的粽子？哎呀，你们带着他干嘛呀？你这上来，嗯、啊，老头上来了，光是一坐，大排宴宴哦，山中走兽，云中雁，陆地牛羊，海底鲜，头头燕窝，鲨鱼翅，熊掌，干贝，鹿尾尖，挺丰盛，吃吧。嗯、甩开腮帮子，撩开后槽牙，把里边套间拧开了，小仓库这打开了，嗯，饭菜如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，哦，就跟到土箱子里似的，叽里嘎啦，叽里嘎啦，叽里嘎啦，这倒挺内行的。嗯，吃饱喝足，我说告我辞了，别走。哎，这就走啊？老头真坏，可不让走。废话，二位，咱们楼下过过号吧。过号，拿手一指，那意思还得从这儿下去。哦，再瞧老头站好了，啪啦一跟他下去了。哦，翻下去了。我怎么办呢？啊，嗯，我心里很着急啊。是，尤其我哥哥站在楼梯口，嗯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啊，什么模样？这我一抬脚，腾，这个把我哥哥顺楼梯踹下。哎，哥哥，你看这，好嘛。全不是正经八百下去的，哥们来到楼底下，站在刀枪架的跟前儿。嗯，老头一指，两位，嗯，来吧，让我们也开开眼。哎，我哥哥一伸手，嗯，抄起来齐眉棍。哦，我给您练一趟齐眉棍。好，还不能练，你这个院子里边没有枣树。嗨、哎，非打
枣树啊！这不行，这不行啊！哎，这没有枪哦。这样吧，嗯，拿过一杆大枪来，是我练一套六合枪。六合枪，六合枪是最不好练。怎么？有赞为证。怎么说？一扎没存，二扎心，三扎没存，四扎心，五扎没存，六扎心，七扎没存，八扎心，全扎这地方啊！这最难背，知道吗？啊，一不留神就背错了。呵，您太聪明了，那拿起大枪告诉他，哥哥，嗯，你可别闹啊！怎么了？感冒还没好，知道吗？真重复了怎么办？哦，我哥哥说对，把枪往旁边一放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改色。废话，没练呢，这喘什么呀？他没练，我来呀！嗯，我说老爷子，您见过刀，见过枪，您可没见过刀枪并耍的一块儿来。今天我左手是枪，右手是刀，这可见功夫。让大伙儿开开眼，哦，一伸手打架子上边，嗯，抻出一杆大铁枪来，铁枪，呵，从头到尾实心的大铁枪。哦，一掉棍，枪尖冲下，啪，搭在地上。老爷子，嗯，您给扶着点，哦，我去挑刀去，砍刀。老头俩手攥着，嗯，那边那边都是刀，都是啊。我来到这儿一瞧，还真有好刀。是啊，拿在手里边，刚要往外揽这刀，西北前天来块云彩，紧着咕噜咕噜一打雷，咔嚓一个劈雷，再回头一瞧，老头躺地这样。哎，让雷给劈着了，那是太搞笑了，男人找乐。我很喜欢这个游戏。游戏呀，这是。他父亲老头纳闷儿，这在哪儿啊？这是晕了啊！我老爷子，这您不对啊！啊，您刚才这枪没攥瓷实，你知道吗？还没攥瓷实呢啊！不能那样，要不咱们再来，再来。嘿，老头一脑子说：“能？”嘿，还外国话。我说这样吧，嗯，不看枪，咱们来把刀吧。啊，广练刀。一伸手，暗箭是黑崩狂，嘡啷啷，刀把这口刀抻出来了。好，今天给大伙儿练一手，嗯，让大伙儿瞧瞧我一展八方藏刀式。哎。哎，干嘛自杀来了？是怎么着？离不开这儿是吧？不是，你嘿，没有，别老围着这儿转悠，找不准。藏刀式，藏刀式，哎，这把离脖子远点就行啊。挺好，挺好。嗯嗯，练完之后，老头很高兴。是，现如今有一趟镖，请您二位去保。好，来来来，后面咱们验验镖吧。哦，来到后院，我一瞧，咱明白啊，这叫暗镖。怎么叫暗镖？所有东西都暗中藏着的。哦，这儿都摆好了。什么呀？青菜、啊、香蕉、萝卜、茄子、倭瓜、蒜苗。干嘛到菜市场了？是怎么着？你哪懂这个去啊？怎么？就是暗镖。怎么叫？所有青菜打开了，里边都是金银财宝。里边白菜扒开了，嗯，有金子。嚯，倭瓜掰开了，嗯，有钻石。哎呀，瓜子嗑开了，有金子。这费劲不费劲呢？怕人知道吗？哎呦，这干这活的人怎么办呢？这个怕人知道吗？啊，都装好弄齐了，甭管了，我们哥俩保着趟镖，您放心，错不了。是，老头看看我，你年纪很轻，我先问问你，会喊镖胖子吗？这会吗？我这有什么？你听好了，您喊，枪拍拉琴叫，哎，高峰能听了就行啊，还是卖菜呀、啊？你吃几样青菜吆出来，好听极了，那还不容易呢？这个啊，吆喝完，老头点点头，太好了，就你这一嗓子，站在长安街上，连通县都听得见。嘿。我说这个通县那儿能听得见呢啊，通县有一卖菜的、啊、我说废话、啊、这会是哪儿啊？这不带连我词儿一块儿说的，我跟老头说的嘛。啊，打这儿出来、啊、我们可就往北去了。哦，走清河、沙河、昌平县，嗯，南口青龙桥康庄子，嗯，怀来县康庄子，沙河保安康庄子，下黄洋康庄子。您就这儿扎下去了啊？就离不开康庄子，这瓷实，瓷实也不能老说呀。康庄子，我饿了呀、哦！啊，一推门，旁边有饭店。是，哥俩往里一走，掌柜的出来。二位打尖还是住店？您说吃面？对，广告词儿。哎，我这词儿就熟的这玩意儿，那是老听吗？吃吧，吃饱喝足了。依、啊、着我哥哥说，咱们跟这儿住、哦。我说别去，咱们呢趁着夜晚，天也凉快，咱往前走吧。夜路，呵，这一趟走下来这痛快呀！啊，走了20里左右，来到了密松林耳钉的苍啷啷
一窝声响，原来是有了则了。还上口呢，打前面出来二百名喽啰兵，压别只排开，正当中出了一大个儿，手里拿着一个大铁枪，拍，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打此树给我留下菜筐来。嗨，劫菜呀，我哪能给你啊？今天来的此处不是你死就是我死，俩人打一个准占便宜。冲我哥一努嘴，你上后边去。我哥到后边，我在前面，我们仨人打在一处，打着打着，瞧着破绽来了。他一闪身，我大刀举起来，咔嚓一下子，斗大的人头在地上乱滚。我这心疼啊！心疼什么呀？我哥哥来了。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师傅经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不敢，老师是一个说相声的好演员。不敢，相声演员就是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说也很奇怪啊。怎么？人家家里也没有干这个。对，那倒是。你看家里往上说吧，啊，他父亲也好啊，嗯、啊，街坊也好啊，兄弟啊，都是会歇着的人啊，这都属于休闲嘛。而且他们下午看完了，听说晚上还要看。别开道了，这个有事儿的也走，谁走谁活该。晚上跟下午就不一样，知道吗？在下午的基础上还得加东西呢。我估计买晚上票那些位还进不来。咱们加一夜场，他们都不走，后门院再加一场。这多费心了呀！我说你别说，美团的你这啊。派来捣乱的是吧？饭都不让走啊，跟人做卫生，还罚。你说这意思，大伙爱听，我们也爱说。哎，有人说说相声能治病，治病吗？一点都不假，能治，能治病。哦，心里郁闷了，嗯，不高兴了，干嘛去呢？听相声？哎，拿于老师来说吧，嗯，于老师出演出去了，嗯，一回家到家门口一瞧，嗯，赶上这两天地震。房都塌了，也就于老师万幸啊！怎么塌的更厉害、啊？那是万幸吗？啊、房都完了，平地了，哟，就是这门还立着，就剩一门了。于老师掏钥匙，我还掏什么钥匙啊？行了，行了，行，确实塌了。废话。还看不见呢，是怎么着？不相信自己啊！我太不信任自个儿。家里边连老带小啊，也三十来口啊、哦，基本上都完了，又都砸着了，都砸死了，死了！于谦不相信呢啊！你们也有今天，咱不能这么说话，知道吗？难过呀！难过怎么说这话呀？难过呀！啊，欲笑无泪啊！不是人话，您这成语什么成语？成语欲哭无泪，是不是？哎，别扭啊！你们都死了，是也不知道钱都存哪儿了，是吧？主要是别扭这个，是不是啊？搬了口袋，把钱都翻出来啊！一想，哎，你爸爸嘴里的金牙呢？啊，干嘛？哪儿呢？好多钱呢？啊，弄下来打戒指戴啊！但总而言之，心里是不舒服的。当然不舒服了，买张票坐着听相声，哈哈。一乐啊！把这茬忘了，我缺心眼儿似的，那么大事儿会忘了？我说你刚才说这一下午，你就能都忘了吗？就忘不了。在剧场那几小时之王，晚上怎么办呢？啊！所以我们就加完场。听到什么时候也忘不了这个。看意思啊，解您的心腻。那倒是，解心宽啊啊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常听讲，当然了，说真有病也别这样，别上这儿来。我们这儿心理病能治哦，啊，别的病治不了，别的病发烧了，肺炎啊，那真病，艾滋病啊，这治不了，治不了。你说几句八扇屏，艾滋病也好不了啊？对，没准就是你们传的呢。哎，说这意思啊，怎么办？该看病看病去，是，别逞着，有病。这是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哦，别拿这不当回事儿。对，养病如养虎，虎大要伤人。哎，这话对，是不是实话？是是是，病来如山倒嘛。嗯，一座大山呼啦一下子就倒下来了，快，就剩一门还立啊！
甭开啊，我们家住山里似的，形容这事儿吗？甭形容了，来无看倒。哎啊，但是有人也糊涂。怎么？有人也糊涂。嗯，不信这个。哦，哎，医院不相信。不信医院。信自个儿的土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他母亲就这样。我妈。他们老太太。嗯。哎呀，能说吗？您前面说那还狠呢，没关系，您说吧。你要想开了，咱们这好办了，这没事，您先说吧。老太太信一贯道。哎呦，那邪教啊！解放初就给平了。嗯，他妈还偷着信这个。自己什么叫大夫？一概不信。哦啊，他妈他爸爸两个人都有信仰。哦，哎，他爸爸咱知道日子啊，这两天他爸爸乐了。怎么？上帝过生日。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圣诞吗？高兴吗？啊啊！他过生日，他觉得他很兴奋。他兴奋。他爸爸很虔诚的一个人。哦，哎，信上帝，信耶稣。是。早晨出去，坐哪儿吃早点也得感谢上帝。感谢上帝。哦。中午来碗卤煮，坐在那儿，小孩儿先、嗯，来来碗卤煮。是。端上来。嗯。感谢上帝赐我的卤煮。虔诚。哪孙子都端走了。以后许愿是许愿，就别闭眼了，知道吗？人家圣经上都写着呢，写着吃卤煮的时候，别人闭眼，你再闭眼。没听说了，都闭眼，你再闭眼。圣经上不写这个。嗯，爸爸信这个啊，信这个。他母亲信一贯道，一贯道偷着信，国家不让信。那可不嘛，邪教那玩意儿啊，他还满处给渡人去。什么叫渡人？就是往他们这里边联络人。哦。劝别人上我们这儿来吧，参加这个啊，你们看这个，信这个，也不白住。怎么住一个呢？能挣两块钱。住一个两块，住一个两块。你说这要是修理后代得多少钱啊？妈，修自行车呢似的。你说这意思啊？能挣钱哦，没这些钱，后来怎么给你买的这工作是吧？我这工作买来的啊。他们老太太就信这个，是吗？有病不看病，哦，往那烧香去，弄一大包香灰呀，香灰弄回来熬着吃啊，吃香灰呀，吃跟藕粉似的。嗨，吃完了肚子胀的慌，那可不吗？上厕所也结不出东西。哎呦啊，着急呀啊，到最后倒是拉出来了。嗯，是啊，拉两块蚊子香。吃香灰吗？可不，你信这个吗？啊，信这个。那回又病了，病得很厉害呀、哎、啊，跑那问人家，我这病怎么办呢？嗯啊，告诉你就回去，你们家自个儿亲人身上拉块肉下来啊，熬汤，熬汤烩土豆，搁点粉丝啊。干嘛还非烩土豆？你看这要不说胡闹吗？啊，他就信了，回去自个儿心里也别扭。哦，一家子都是自己的亲人，可不是吗？下得去手吗？哎啊，半夜里边两点了，全家人都睡着了。哦，老太太站在院里边，眼泪下来，难受。夜深啊，月牙来啦，磨刀呢。瘆得慌啊！嚯，还是呢？月老他交给我，提得到就把人杀。谁说的？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！哎呀，还行，那别黑了，什么都唱了，磨完了啊！换上一身夜行衣靠。睡觉这屋哦，一挑这帘子是啊，嗯，刀枪火手哦，嚯，还别步呢，您瞧没？仔细一看，心里不落人，怎么了？炕上躺着自己的亲人呢、啊？哎呦，这是于谦哦，我躺着亲儿子呀，对，这是自己的老伴儿哦，这是儿媳妇。别比划了啊！没这么睡的，知道吗？那屋装修我都跟你回来凑合着，凑合也不能这么凑合呀。有帘儿啊，有帘儿行啊。有一帘儿啊，于谦隔开，把我隔开。去，你没听说过啊？把我隔开像话吗？隔开吧，隔开吧，就说这意思啊。啊，这分着。老太太站在跟前儿啊，跟脸上这袜子摘起来，带他。
他干嘛呢？那个用手点指这三个人啊，心里难受啊。是是，暗箭翅退文皇，苍啷啷宝刀出鞘，烤身上。心里难受，可不是我杀谁？这是我的老头子啊啊，两口子一辈子，哎，我能杀他吗？嗯，拉块肉疼啊，下不去手。哎，不行，不能这样做。哦啊。这是于谦儿子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哎啊，我忍心拉块肉吗？不行，如果说真拉块肉卖，说是我啊，我也对不起他爸爸。说的是他爸爸在青海那边呢。你先别说了，等会儿吧。怎么干嘛青海这不躺着了吗？这这个是父亲都一样啊，能一样吗？那怎么不一样啊？这个你别问这了，别问，当个乐，当个乐。我傻小子，我拿这当乐啊？捣乱呢，我非问清楚不可。好了，就说这意思吧，就说这意思吧啊，举着刀啊，难受啊。脚踏黑土地，还唱头顶一片天啊，一姐一男两个人呐啊，活在天地间，什么字儿这是？人间有正道啊，嗯，岁月有更闲哦，我这一刀杀了你呀，这就不会过百年。行了，高腔了，这甭高腔了啊，这都不行啊啊！一回头瞧瞧儿媳妇儿，哦，这是外星人呢，嗯，干嘛？哎，小潘，媳妇儿姓潘，小潘，嗯，金莲啊，我媳妇叫潘金莲啊，多肉头，肉头管什么呀？媳妇儿起的啊啊，嚯、哦，有胡子吗？就捋啊。干嘛你们讨厌啊？公公叫完婆婆叫，让人睡觉吗？嗨，不能这么说话，没听说过。那叫起来就完了呗。孩子，你出来，妈跟你有话说。哦，你媳妇电瓶腰。我娘俩全这样啊！出来，来到外边，嗯、哦，站院里，老太太把事儿一说。哦，啊，人说那完了，没事，把刀接过来，大腿这儿，嚯，拉起一块，哆哆嗦喘着呜呜。嗯，递过去，老太太接的手里眼泪都下来了。这难受，太肥了，肥呀、啊！我看看那腿，我去你，甭挑了啊，就这个，先吃点，吃得好再找我来啊。好，改卖肉的了，去吃去吧。捧着这肉啊，来到这屋，到厨房这儿，嗯、啊，切成小块儿，嗯、啊，拿筷子抓上，真细致，包葱包蒜，包姜、啊、都弄好了。啊，拿遥控器打个电视，这干嘛？电视里出一人，挺瘦，戴小眼镜哦，在这个节目里呢，我连脚红骚都知道吧？嗨，现小啊！啊，真小这个啊！不会，这都说完了，看完了，老太太饿了啊！下油煸这炒这个，都弄完了，却拿土豆来把拌粉，真听话，一点都吃了，嗯，吃完挺舒服。哦，你说这偏方也是大病，真好了吗？没两天，你母亲这死了，哎，死了，出殡那天呢。你媳妇儿可哭啊，那得心疼，腿疼，腿疼啊，没听说过，这就是迷信，这不应该，迷信才犯这错误了。哎，为什么叫迷信呢？嗯，迷迷糊糊的就信了，糊涂着呢，是不是啊？嗯嗯，您可记住了啊，迷信跟宗教是两回事。哎，这不一样，千万不要糊涂哦啊，人家说什么是什么，自己没有头脑，这不行，这错了啊，宗教是很好啊。咱们国家宗教信仰自由，是你有自己的选择，有信仰好。旧社会来说嘛，就是说家里去世的还要念经，念经啊，和尚、老道、尼姑、喇嘛、四方经啊，哦，僧道坛尼庐山来，这都是有钱的人才做得起的。哦，过去还有师傅经，怎么叫师傅经？师傅经一般来说就不是很专业的和尚。还有业余和尚，对，花了这么些钱请一捧师傅经。哦，师傅经干嘛都有，是吗？嗯，做饭的啊，卖菜的，嚯，蹬三轮的，嗯，曲艺团说相声啊，曲艺团唱大鼓的全去了，曲艺团唱快板的，怎么就是曲艺团的去啊？这演出也不景气呗，是吧？这好嘛，有嗓子就干这挣钱呗。哦，师傅经，哎，也有一个领着唱的叫大帽，大帽
哎，脑袋剃得锃光瓦亮。嗯，啊，前面推了，后边推了。嗯，还嫌不亮，没事拿块砂纸老打磨着。好嘛，打磨。嗯，这太热了。师傅经过去来说特别好听，是吗？关键它热了，这里什么都有。哎，这有意思啊！哎，这么着吧，嗯，师傅经我可没听过，嗯，您要是会，您给瞧瞧怎么样？啊？学学这师傅经，咱们听听。要听这个？哎，这好，听这个，那没这个气氛呢。怎么还要气氛呢？最起码好比说吧，啊，这儿最起码有一家吧，啊，办一棚白事吧。哦，得有白事啊，人家才能来，才能念经呗。好，别人演出这念经，这算没道啊。嗨，那咱们好比说您是这家的大管家吧？哎。对对，管家好啊！这儿死一个什么大人物啊？对，管家好。这城市谁干呢？嗯，于先生给料理吧，我帮着吧。几十万拿你手里出，是你是那大管事的，哎，管事的好，有身份是吧？对对对，来请我们大伙儿念诵经，这行，做笔成样嘛。对对对，是不是管事的啊？可是是管事的，哎，咱们不过你这个样说良心话也不像管事的。我这大褂不挺好？你这管事的哪能穿这个呀？那穿什么？一看就是家里边也不太富裕。哦，管事的得有钱。那当然了，啊，吧，正好。我们后台有一位服装设计的老先生，哈，也是今天来听相声赶寸了，到后台去跟我们聊天哦。我让这老爷子上来给商量商量，看看你适合穿什么服装，就帮我设计一身也好不好？可以可以，看看老设计师在了。哎，来来，哪位先生？这儿了，这儿您来了，来了。您好，先生，您好，您好，来来来来，您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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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先生，来来来，哎，当这位啊，哎，这位就是那个大管家，哎，对，让我现在您给设计设计，哎，设计搞一下服装设计，这位老爷子设计一辈子了，是啊，啊，拿剪子拿的这胳膊都压下来了，啊，这太沉了，这剪子，您看看，您看看我这有钱的人家，哎呀，我也太巧了！怎么普通话说？上回给德国大使馆设计的呀，还没赶上穿。您瞧这热闹的，落给您了。我德国大使，德国大使馆的衣服，好大好大的一个便宜呀！是啊，太好了，你穿上吧，都带来了。你看这事闹的，你是有胡子人呐？哎呀，这是我赶上了，替师傅穿美的慌。你好，替他干，你这来来来来来。好啊，太好了！你说这赶寸了，赶寸了，赶寸了，是。哎，桌子再长点，我。好，来，您给我办上。哎，您这事闹的，一般人穿不了这个，是吗？你花多少钱不给你穿？那可不赶上了吗？你看这，你看你的乱。你念德国大使馆的好是吧？哎，你就念德国人的好吧，我告诉你。这是让人很欣慰的一件事情啊。多好啊！那关键它板上你知道吗？多款式，一个褶都没有。好看，嘿，老设计师设计出来的。这就行了吗？我就不行了。哎，还有个礼帽。太合适了。这大好了，乌鸦好了，好，来来，大家看怎么样？好吗？真款式是啊，运的这平整啊，这褶多了，有时候也看不出来，是吧？啊，太好了，太是吧？啊，好了，我这是管家呀，您是大管家，大管家呀，大管家，大管家。我怎么瞧我就像那桑种啊？不能，哎，不许美化自己啊啊！啊，还不如那桑种呢！不能美化自己啊！不要那么谦虚。对对对，我还是谦虚吗？这个不是这事儿，就是那孝子吗？这不是？你得进这情绪里边就对了，知道吗？我再一进情绪，那死那就是我爸爸了。不能开这种玩笑啊！啊，不能开玩笑。你不会听经吗？哎，对，我就听。还是的，听师傅经了。好好，太好了，行吗？我们这个俩人也干不了这活儿，是不是？那还怎么着？帮一帮吧。啊，您好，太好了。您还会这个？会的，会的。那我就听大使馆干活的都带着了哈。这是给大使馆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都预备了是吧？都预备了，太好了，辛苦了。哦，您自个儿也预备了？我也预备。这老头年轻时害多少人？这是，好嘛，今儿让我赶上了，我赶的不是大使馆那出啊。是啊，你放心，你放心啊。行啊，这个得有落忙的帮忙的人呢。帮忙的有吗？有，包括师傅就这一旁人呢。这真赶上了，我告诉你们。哎，有人吗？有人没有啊？啊？坐，您瞧瞧，为我这耳福，您费多大劲，这是。往前站，都往前站。哎，对对，哎，今儿可来着了啊！听这出，太好了，我来这大帽。哦，您这。
还帮中念经这大和尚啊。哦，也带上点儿，带上点哦，带上我这皮卢关。哦，皮卢关有点意思。您这是皮卢关吗？您这个皮卢关吗？没错吧？啊啊，你这样啊，你帮个忙，我干嘛？拿这你这儿转，好玩极了。来来来，有自个儿转这个的吗？这个不找你单要钱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太难看了吧？这个，各位，这是咱们的大管家啊啊，你看这身份啊啊，大管家啊，我大伙儿跟着我清楚了啊，清楚了啊，准备啊，这就开始啊，好，来吧，听见吗？哎，一二三四。人唱的吗？这个这溜溜嗓子呀，那咋您把我爸搁十字架上得了，今儿正日子，我告诉你们，溜溜嗓子吗？有这么溜嗓子的吗？现在就正经开始了，哎，开开师傅经啊，一块念经啊，正经的啊，来吧来吧，开始，好，那怎么回事？怎么着？中文不成改外文了？哦，你听出来了？废话，调还是那调啊！别闹了，别闹了，这就刚开始，来头皮二人转，头里小帽嘛，是吧？这二人转挨得上吗？这个？来，开始，开始，开始！我先弄了啊！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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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念经了，念经了，来，来，来，哎，道长成就，真迹将成，真是虔诚上香设拜。密宗的这不要啊，还有喇嘛呀，这里头不热闹，喇嘛不要，不要，回哪儿来回哪儿去，什么呀，不要吗？不是、啊、不要啊，一轮明月就在当空飘，飞人来出世来，一定要办好票，首先小父母啊更要爱同花园，如来人。
我天气哎啊我是这个不管气怎么了？背着丈夫外边找情人呢？我最恨这路人。他们为了小梅燕子，俩人门得密呀，缺德了，全忘了张文顺的那么点人。我媳妇好了，说小蜜亲，这好，就这好，不算个亲。那怎么了？你拿出金银财宝，他现了身，这是有招。